写图。肯定要写密，密到不透风啊。密到不透风，靠近，靠近，不要留空隙，靠近，加重，拉长，点。低、高、点、风，把笔锋锋到密不容针。口，一样把这些好像眼睛的部分啊。写到密啊，让人家看起来说，哦，那个地方怎么突然剩一个小小的亮光哦？那就很密啊。可以伸长，但中间的部分还是密，哦，还是密。还是密，还是密，还是密，啊，密就是互相有点碰到。密一点，让它透不了气。撇啊，它撇，这边都很长。很长很长很长，这个领有写过，可以去查了。那我现在不查，查我的印象中应该是怎么写就写啊。这些口啊，一定要互相粘住啊！你不粘住，这边就松掉了。忘记他这边怎么写了，我就写标准了。反正在创作的时候，就以你自己为准了，就不要管那么多。忘记了，不用去这么想老半天，要有决心啊！零零看起来就好像可以写很重的样子啊，就是你心中要想着一个字。那这个字，它大概写什么样子？其实心中要想好，所以大概就啊，我想这个字，应该会中间应该很重，因为怎么看，中间的空隙都很少。斜切入笔，撇低捺高，笔画稍微挤压，让中间的空隙变少，稍微挤压。空隙变少，挤压，让口变扁，把空隙变窄，空隙变窄，粘住，粘住，注意哦，不要每次都一样粗啊，有时候有点粗细哦，这样看起来会觉得比较有点变化哈，不要一看到每个笔画都一样粗，这样也是很可怕。撇直一点，主要是我想把口写在下面。这样子就通通通通通通粘到了，把口粘进去，把它写得很扁，
视频功能参考的字实在是太少了哈，所以有时候写一写真的要点主见，把它大概想要表现的意思啊，表现出来就可以了。有时候很难想它会怎么写。视频功因为它是科的，所以它根本写法一定不一样，再加上它已经风化了，又不是当时科的样子哦，所以已经有点改变了。所以我们在写它哦，你说要还原它当时的样子很难。但是倒是可以试着表现他现在看到的样子啊。那其实我现在写字就有点想表现他看到的样子，还是有时候有点略微风化，不是很准确的。所以不是很准确，就像唐朝楷书啊，怎么看都很准确哈。那他什么不准确？就是那精致度应该不太够哈，就是这种字体的精致度啊。完美度应该不太够，略带粗糙，所以我在很多地方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修饰啊。我觉得没有必要修到说人家看起来说哦，这个好精致、好唯美。所以其实我写起来确实草率。那我在创作它的时候，都是一直保持着密不透风，所以写下来有没有让你透风呢？密不透风。有没有哪里透风呢？这里要密不透风。有没有哪里密不透风呢？哦，可能看起来怪怪的，那无所谓，反正那就怪。那看起来，哎，怎么密不透风？这是我要的啊。那如果写出我要的，其实就达到目标了。我说这个啊，粗粗细细，细细粗粗都没有什么问题。你要多粗多细都没有问题，你要多扁都可以啊。但是你要看，哎，有没有笔画连在一起？你要随时注意。你的密度够不够？哦，笔画之间是不是密度够？把那个笔画跟笔画互相粘连的地方，看一下细缝够不够。笔画可以伸长，也可以缩短，也可以缩短，也可以伸长，碰到，这在这里面都是正常的。哦，这都笔画都碰到，让人觉得说空间有所挤压，这都没有问题啊。再挤压，再挤压，每个笔画中间的缝隙，一定要比你的笔画粗细来的窄，宽度来的白白的面积啊，一定要窄，然后这一定要靠过去，让人家觉得说这两个字啊，是互相配合的。互相配合的，所以在这个字体里面啊，没有距离的美感啊，没有距离的美感，不是有距离才有美感哦，没有距离的美感，也觉得每个地方都有点压迫感，但在压迫感中，当然还是有主笔画可以伸长的。鼓，又要穿插进去的，穿插，这个也要穿插，写字就是一再穿插，看你穿插的能力多好，把那个密不透风的特色表现到极致。密不透风，表现到极致，哇，都快要碰到了哦！好，连上去吧，不用怕，连上去吧，不用怕。写作，8000，